作为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，有真多文化的交融，所以也产生各款的传统小吃，自这么记忆串联的过去甲即阵，一味正港的传统美食，往往在伫无经意之间，勾起对较早的无限回忆。传统美食的坚持，用了太侪家庭传承，厝边情谊，时间本来就是第一好的证明。本期闽南吃透透，继续带你做阵品尝厦门岛内传统美食，做阵出发啦！欢喜来到的闽南同天下，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你礼拜六和礼拜日下昏六点来准时收看闽南通节目，我是你的好朋友阿良。你用提出你的手机扫描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下方一个送可康的栏目来跟我进行互动，就有机会得到送出去的福利一份。今日阿良又一摆来到的是厦门岛内，是的，厦门岛，我又再倒来喽。前几期节目当中，主持人阿良甲阮的嘉宾郑新杰，想到最近啊时阵的记忆，吃了真侪厦门传统的小吃，播出以后，真侪观众在伫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甲阮来互动，也讲了真侪因推荐的厦门岛内传统小吃。阮这期节目就按照观众朋友的推荐，继续踮咧厦门岛内带大家去吃美食咯。你想要吃无？想要吃，就跟我行咯。阿良来到的这间小吃店呢，是专门做扁食拌面的。因为专业做一项代志啊，所以进小吃店啊，伫厦门是相当的有名哈。我来吃看卖一个正港的一个锅大面的扁食。开伫个下路大东小对面是一间有年代老店，较早甲大东小放下就爱去吃一碗，即阵来吃，要是最囡仔时的味素。我带去遐烫烫。啊，面这皮啊真薄，啊个相当的多哦，这皮真 Q 哦。一碗新鲜出炉的扁食，味素较也低，口感脆个香。扁食汤是伫个大腿骨来熬的，香浓甲清淡皆有。人看细细一碗扁食，啊拢是逐日透早现台的新鲜的猪肉，肉一好料，有影是青个脆。手拍的肉筋甲机器加工比起来，口感差别就大伫遮。扁食中呢，就配这碗面啊，这是正港的大盘。伊这碗面吼，也是这辣酱啦，搁辣新酱啦混合的，我先来搅搅的。厦门一四季拢有卖碗面的店，加沙县小吃内面迄款加辣新酱、葱啊花、香油的幼幼的碗面无相。厦门正港的拌面，吃的就是辣生椒的辣生香，甲甜辣椒的甜辣味。这面也相当 Q 哦，我真爱这面条吼，完全浸入这个辣生椒佮辣椒内面去状态哦，感觉吼，这面啊相当有料。拌面的面讲究的是面皮清薄酥脆，而你再往个辣生椒佮甜辣椒的味素浸啊到面内面去，香酱倒一嘴落去，所有的香味都拢出来啊！搁啉一撮扁食汤，即几两日就加啊爽爽，搁有精神啊！食了早一顿，精神几两日走归来，好好一日的行程。要找传统的美食，菜市啊是最好的选择。阿
用来赊八旗，看八旗内面有啥物古早的门路无？那是要问厦门第一本土的地标伫倒落？老人拢会甲你讲，八旗作为厦门的一个重要地标，伊承载着无数的厦门记忆，带伫真侪本土爱食的人心目当中，也是去找好料第一好的选择啦。阿玲看到一间晋五香诶，阿爸，你晋五香吗？哦，恁家是石贝吗？石贝，石贝，石贝，我晓石贝就赞。哦，嗯，正港番石贝五香味，搁我顶一摆食石贝包的五香味，所烧香诶。嗯，这间五香有影是上稳妥伫石贝食到的风格，皮薄阿胶，外口酥，内面油，用北葱来提味。到底厦门有人吃到这正港的石贝味，也是不简单啊！两条五香拢吃了啊！我继续去找古早味的厦门小姐。哦，老板太公开了，我安尼凊彩吃。小康要吃，还有石灰蛋，还有青草蛋。我这今下日热，会吃一碗石灰蛋，搁吃一碗青草蛋。吃这个，蛮真哥哎。可以买吗？那个？可以。那啊。啊，老板不在啊？两点半。他两点半才来。哇。你不会是一个花甲的人，正港的满井哥，这味素袂去比阿良带你去的这台湾满井哥差哦。我讲不会是你用一路假套套。点我行？点咩厦门八旗食？叫卖声、剁肉声、卡拉车、羊仔声、阿公阿妈用闽南话、甲番仔出嫁的声，闹热气气。虽然淡薄差，不过互人感觉活真踏实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少年的美食，让人记条条。一间怀德路无名店的小笼包，就是其中一间。这小笼包多起名，所以非常的烫，太烧啊！内面有番汤汁非常的足，所以一嘴啊咬落去，内面总是烫啊。皮薄阿脆。汤够够甜，一斤的小笼包看起来不是真有咯，不过一嘴加落去，甜不不的汤汁，带伫个舌啊甲嘴内面来轮回一款真幸福的感觉。小笼包第一是温淡薄甜辣椒，或者醋来吃，口感的变化会增加真多。你的底薪呢？要掺一个枸杞。其实闽南人吼真多爱炖汤吼，炖汤拢是会掺个枸杞。底薪汤，原汁来炖汤。内面掺枸杞，汤有够浓，搁真甜。清甜的汤配小笼包，竟然真适配。好料就是这简单的搭配。过了第一传统的八旗，咱们行入第一深的巷仔内面去找美食。讲起蚵仔煎，阮之前住伫漳州，有食过油炸脆脆的蚵仔煎，倒来厦门，肯定要试一下厦门方面的蚵仔煎。有影是好料，这毋也是一盘蚵仔煎。无想我鸡卵甲葱带伫蚵仔煎内面，有通发出这大的活力，马上熟了了。你看，这就是蚵仔咯。这只蚵仔阁真大面，蚵仔大粒，真肥阁真鲜，煎了以后是幼绵绵阁真 Q， 袂黏黏，吃起来丰富多汁，也是甜不腻。这么好吃的蚵仔煎，蚵仔的选择是真重要。特拣当日青椒的淡瓦猪蚵。番薯粉不是用菜市顶面凊彩派料的番薯粉，只用带伫回我农村订制的番薯粉，再破金黄色的卵。听讲这个鼎几廿年的油已经浸到鼎内面了，迄个味素是新鼎袂比的。因家除了蚵仔煎，其实咸饭甲猪脚汤也是名声真好的两款韩凉美食，有啥来收换，佫食袂着嘞。
哇，这猪脚哦，很大块哦。相当 Q， 而且我第一食这猪脚里面的筋，嗯，一筋筋啊真烂。咸饭神奇的所在，入嘴虽然感觉味素无安怎，但是就是忍袂住，一嘴一嘴一直塞入去。有配厦门特有的甜辣椒，浓浓的闽南味就是安尼来的。就了猪脚配闽南的咸饭，搁蚵仔煎，就是厦门人的日常搭配。哇，所以今日这份套餐，蚵仔煎、咸饭。那个猪脚汤啊，就抓起来，相当的赞，我要继续吃。先吃好料，而且呢，无参与活动都有机会免费哦。提出你的手机，扫描屏幕下卡的二维码，关注微信公众平台，下卡有一个上好康的栏目，然后把这阵播出的闽南通画面截落来发送给我们，就有机会得到。而且一份，马上行动起来。吃了米，在中山路当中的蚵仔煎，对着群众的步伐，一点啊也袂影响。阿龙来到观众朋友推荐的这间米线糕店，这间米线糕店嘛有二十几年历史啊，也是一间老店。香红小姐，早餐当中的 MVP， 第一袂放袂记的，就是伊的米线糕。这间米线糕呢，第一大特色呢，就是内面这葱头油啊，这葱头油呢是这间特色啊，而且淋落去哦，这汤头的清甜度就马上提升起来。家己泉州家有无想过？较粗的，嗯。这是厦门米线糊，甲泉州第一大无相的所在。泉州米线糊呢是较软，而且是融化伫这汤内面的。嗯，猪肝、蚵仔、猪血、豆干，拢是米线糊一定爱有的配料。会同你讲的是，小店的大肠分做几两款，细肠、青肠，而且蚵仔佫肥佫多，摊啊也真鲜。闽南小食的标配是真丰富的配料。哇，所以咱观众朋友讲太高啊！推荐的小吃，真是正港的厦门的锅炸小吃。想要吃配料丰富的米线糊啊？无，参与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哦！提出你的手机，扫描屏幕下卡的二维码，关注微信公众平台，下卡有一个上好康的栏目，然后把这阵播出的闽南通画面翕落来发送给阮，就有机会得到米线糊一份。马上行动起来！一个三块面，一份五包，嘿，几块诶？买了票，甲我爱食诶小食捧起来，吼！经典个员工是厦门诶一个小食诶老招牌哦。讲起厦门小食诶传奇，一定着讲到五仔添。和尚西路顶面，门面较大，远远着看会到本地居民总着来食正一碗。而且你推荐的是一份五包。这个五包的外形，那就是一个倒壳的碗，掺混合的酱，慢慢去吃，有甜辣酱、芥辣、辣生酱，各款味素。五包我第一吃是外面冰皮，伊这皮哦，是用这冰冷芋啊，加搅碎粉，非常的香。面内面料真多哦，观众们看麦，内面有这笋干啦、豆干啦、搁赤肉啦，这五包哦，我用。拍天坑甲你讲，是我家个专内门第好食荷包。除了荷包，我再添第一出名的，就是伊个沙爹面，摕着全国的金牌小姐称号。甲甲个沙爹汤的汤头，层次真丰富，佮配各款的配料，甲肉的香味、海产的香味，通通提升袂少。这看起来真普通的小姐，可是五仔店老大人几十年的经验所得。一阵要到九十岁老大人，佮逐日会去店内指导。有幸阮去翕的时阵，佮拄到伊。哪里来？嘿，啊，你最近佮亲自来做吗？加少啦，做一点做啊。你一日当只厨房偌久时间？七八点钟。七八点钟哦。哦，啊，你会洗袂？会啊。会洗吗？会洗。啊，你最近主要是干做监督的。质量方面的嘛，是啊是啊，跟倒看的啦，哦，看看的。今年几岁啊？九十。九十吧。哇。甲槟榔芋洗清气，煮熟剥皮以后，拍甲烂烂块无颗粒，再佫加笋干、香菇、豆干、虾肉炒熟，拍开冷，最后用芋泥包起来就完成啦。
彩色以后就已经出掉了。就是安尼一直坚持，才有这块金丽招牌，到这阵为止，不管开偌侪年，各款新鲜的创意料理不断出现。坚持传统，才有法通不断地甲大家拉倒来吃，也是一代搁一代厦门人第一深的传统美食的记忆。哎啦，我是讲伊食袂歹食啦，我今仔一碗食大碗食了了，我本底我是无食遐多。而且这位阿姨可是阮节目的忠实观众，也是阿良的粉丝啊。啊，阿良啊，我真爱看你的电视啊，要吃啊，介绍多多好吃，多多好吃嘛吼。啊，你安尼，啊，真是一日食遐多呢。是啊。真是这么多观众的支持和建议，才有咱这支家庭的厦门岛来执行。厦门传统小吃的团旗参与活动都机会免费哦。提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卡的留言码，关注微信公众平台下卡有一个上好看的栏目，然后把即阵播出的闽南通画面翕下来发好运，就有机会得到五彩添小吃。马上行动起来！在遐尼古朴的所在，食遐尼古早味的小吃，虾米、虾汤、清甜、小葱入味，一搭配简单的小菜，真满足啊！讲到虾米啊，真侪外地游客以为是掺一个大虾米，其实也唔是吼。虾米第主要是伊个汤头，你看，伊个汤头是金色的哦，而且呢，里面搁一丁油，哇，啉落去啊，真清甜哦。虾米个汤头真讲究，新鲜的膏虾，慢火去熬虾头虾壳，等汤面浮出虾油，就香滚滚啊。熬到十足的时阵，讲话油。掺汤酸，汤底就有淡薄甜的口感。好料虾汤顶面会铺一层红膏赤翅的虾油，让看到都真想要吃。虾汤饮起来，甜无无个香滚滚，有虾原汁原味的清甜，让人袂去放袂记。因为这虾面的汤头非常的清甜，所以这碗面啊，阿边啊非常的好食。已经开二十多年的小吃店，老兵人拢是习惯亲切地叫一声“冬粉鸭”。开真久的老店，古早味总是有真多人会去放袂记的味素甲记忆。哇，这冬粉真的非常的松骨啦！这个冬粉鸭是鸭汤啊，相当的清淡。你知道为什么遐清淡呢？因为伊是为开食这个土碗鸭来熬出来的。盘起来的冬粉鸭是小清爽的感觉。汤头无啥物特别的秘诀，若是硬是要讲，慢火去熬十点钟以上的功夫，唔是大家拢愿意去坚持的哦。清水煮的鸭汤，当阮阿做阿完了就是只鸭肉啦，鸭肉的沾只酒，或者鸭肉只肉浓浓的油，而且呢，扒只烂，硬是底下鸭肉，肉是绵绵个真香，外面是 QQ。几乎无油脂，就是爱一嘴肉、一嘴冬菜的吃法。但呢，再个来一虾汤，烧热的感觉做一个转到胃内面去，爽快舀一大虾冬粉，吸收了汤头精华以后，冬粉是第一 Q 第好吃的，碳小素一个，补补的。鸭肉香佮甘汤，胃五脏庙拢要塌落去啊！想要吃鸭肉到米、冬粉到 Q 的冬粉鸭无，参与活动都有机会免费哦！提出你的手机，扫描屏幕下卡的留言码，关注微信公众平台下卡有一个上好看的栏目，然后把即阵播出的闽南通画面翕落来发送好运，都有机会得到冬粉鸭一份，马上行动起来！观众的支持也是阮节目第一大动力，也就是因为你的热情回应，到今仔日搁一摆探望厦门岛内美食。对球个芳的扁食汤，行到第一有生活味的背市，虽然无店名，不过予人袂去放袂记的小笼包店，佮行到贵阳第一深的所在，真出名的蚵仔煎，不过探望了厦门传统小吃的传奇五彩添，再佮踮个湾东湖边，食了硬气老芳的虾面佮冬粉鸭，传统小吃的坚持佮传承，后来一直有人食到浓浓的童年的回忆。今天阿良吃了很多观众朋友推荐的美食，有黑米、芋包、米线糊、沙白米，还吃了八市，
感受到满满的古早味。今日闽南通闽南食土头节目就要结束啊！请提出你的手机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阮的微信公众平台。下方一个上课堂的栏目来跟阮进行互动，别机会啊，就跟阮送出去的福利一份，相当的好康哦！马上行动起来，抓紧时间，唔通离开，马上进入到今日的德林厨房，家里做一道家常菜。咱下一期闽南通再会。少林，今日咱出阵来煮水煮肉片。首先，咱把油条切做三公分的肉片，加盐、料酒、搅水和煮粉，搅搅的，生一下。先油落鼎，加蒜蓉、姜母、盐辣辣的，下豆菜，继续炒，撒淡薄盐，打打炒会均匀，倒出来碗的，另外再起一鼎。落油，加姜母、蒜蓉，继续炒，下豆瓣酱，炒红油出来，加事先准备好的高汤，盛开以后，肉片下落去。大火煮开，加肉片煮烧，把之前的配菜倒落去，另外起一鼎倒油落去，加花椒。翻姜，小火炒，香味出来。挂油，顶面撒一寡事先准备好的盐水、糖汁来装饰，这道菜就完成啊！这是一道十分钟就煮熟的菜，咱会用自由的搭配。会用把油条改做牛肉、鱼肉，啊，搁有三鲜之类的蔬菜，也用把豆菜改做菜花、木耳、菜心、白菜头。一句话，这是一道十分钟的煮会好的菜，大家会用自由发挥的。